叶总好。哪有在呢？王经理好像出去了。你们部门还真是清闲啊。您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帮您转告给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三楼东区的撤柜后续工作全由你们来做，你们负责清理撤柜品牌的所有库存，一周之内以不低于80%的价格全部清空，做不到马上走人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高小姐，你好啊！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上级的任务，我是来帮忙的。好。哎，现在还有人会穿旗袍吗？不过这材质和面料还都挺不错的，要是价钱合理的话，应该是能卖出去。这也太贵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这么贵哪里卖得出去呢？难怪要撤柜，还不能低于80%清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！错了，这个让我们策划部来安排这个撤柜的事儿，是不是有点诚心刁难我们呀？这谁答应的？你找谁去？我可没同意啊。高阳是你们部门的员工吧？是又怎么样啊？这他同意了，也不能代表我这个部门经理的意见啊。况且你也知道，我没同意找他，对不对？有意见你就去找李总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工作安排不合理，我不知道你找谁去啊？合理，好啊！只要你承认你们策划部无力完成这项工作，我马上把这份工作交给马佳佳。同等标准，如果他做不到的话，他也马上走人，合理了吧？不是，你真以为我们策划部做不到我才找你啊？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态度有问题啊！说话就说话吧，整天皱着眉，凶神恶煞的，也不怕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忧愁催人老啊，叶总，你得换点眼霜了。你看你这黑眼圈眼袋多严重啊！李总都被你保养得好。女人啊，到一定年龄得用点抗皱除衰的功效性护肤品，而且要时常保持心情愉悦，才能永驻青春啊。走啊，督促点，别老琢磨事儿。叶总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其实没那么严重。工作吧。又在干嘛呀？又弄这么乱。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？而且啊，我把这些旗袍整理一下，我觉得他们还挺好看的。你看看这配色，我觉得挺高级的呀。Morandi 色调。对对对，你也知道 Morandi。不知道 Morandi 色调，还好意思混时尚圈吗？按说这个旗袍的颜色还挺柔和的，即便撞色也不难看。就是就是，所以呀，我把它们都熨平了挂起来，没准就能卖出去了呢。但是你穿旗袍啊，一件旗袍要1880，怎么卖啊？这种好活你也接呀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咱们部门成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做，也许这次就是可以证明咱们自己能力的机会。大姐，机会和陷阱你分不清楚吗？啊，是坑你就跳呀！你直接告诉他你干不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那他万一把我开了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找找叶总。我跟他说什么呀？我犯得上吗？啊，我凭什么跟他说呀？那既然这样了，咱就试试呗。试不成怎么办呀？你是不愁吃不愁穿，那我怎么办呀？
你是有坚强的后盾。害人！我哪里有什么坚强的后盾啊？再说了，万事皆有可能，你不试一试，怎么知道一定不行呢？宜心妍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这是在等公交车吧？我跟同事正商量着晚上去哪儿吃饭呢。好啊，那正好，你们去哪儿？走，我送你们。不用不用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哎呀，不麻烦的，走了。哎，那个，帮忙！怎么样？决定好去哪儿了吗？前面路口停下就好了。我们就想吃个兰州料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兰州路的日本料理。这么贵，你请啊？当然，一生嘴吃就行了。这位是新朋友吧？看来你还不太了解我们高阳。作为高氏地产的千金，对待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。身边的朋友过生日，高阳就算人不到场，礼物一定会到的。哎，可惜他们家破产了，家庭遭遇变故，还遇到这样的闺蜜，看来这高阳也挺不容易。好了好了，亲爱的，停停停，我们到了，到了。谢谢亲爱的，就送到这就行了，不耽误你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改天找你玩啊。你们俩快进去吧。嗯，拜拜。高小姐，您来了，来里边请。好。你们猜我刚刚看见谁了？高小姐，今天正好有您最喜欢的金枪鱼腹，要不要来一份？不用了，那个经常吃都吃腻了。说的也是啊，还有刚刚到的北海道甜虾和鲑鱼子寿司也不错。哎，我这个朋友啊，他比较挑剔，很多忌口的，我们两个再商量商量。没问题，有需要您随时叫我。你在哪儿碰到高阳啊？就在我们常去的那家日料店。我这个人呢，比较务实，我知道自己没钱，所以从来不会来这种餐厅。也从来没交过这么虚伪的朋友。小姐，这免费的茶水可以来一杯吗？走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头好痛啊！哎呦。怎么了，高小姐？头痛，头痛。你没事吧？肚子疼啊？啊？
想到你是个演技派啊，够能装的呀你！我陪你演了那么一圈，有请我吃这个。我也不是非要请你的呀，如果你想 AA 的话，也可以呀。你怎么这时候不装了呀你？啊？哎，你的朋友说是真的吗？你爸爸真的是那个高氏地产高层男？聊到爸爸还能有假？你这个开完了豪车在挤公交是什么感觉？吃惯了豪华餐厅再吃这种小面馆什么感觉？这种巨大落差是不是有种自由落体的感觉啊？干什么？你要采访我？不行吗？哎，你之前那个说的给你金卡的有钱老帅哥，不会是你爸爸？不然还能有谁？那个，这不，对不起啊。啊？我是说车贵的事情，可能是我之前说话得罪过叶总吧，所以连累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嗨，你才知道呀！我跟你说，你真是连累死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晚了呀，我已经入坑了，是吧？明天再说吧。相信我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渴不渴？想要喝可乐。嗯，1.5升大可乐，快快快！这雪碧再来1.5升。芬达喝吗？芬达也来一个。我请你。你还想吃什么？随便你。白山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吴子天书。大家好，我还不太会玩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会带着你。正所谓一生道友，一生的朋友啊。以后啊，我们罩你啊。谢谢。快，我们集合吧。哎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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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玩游戏。果然能让人心情变好。唉，真没想到，陌生人给我的善意，居然比生活中的朋友还要多得多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啊也买过这样一张实木桌子，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呢。所以呢？你怎么老是这样啊？人家好不容易想和你说点心里话，你就这样一副阴阳怪气的态度。我一直都这个样子。已经心痛了一天了，我直到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我是一个一直会给其他人添麻烦的人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遇见了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，要在短时间内卖掉一批积压的库存商品，但是到现在一件都没卖出去，还因为这件事情连累了其他同事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降价，没有卖不掉的商品，只有卖不掉的价格。就是因为价格高，所以才卖不出去呢，而且款式老旧，还不让低于8折。思路决定销路，如果你是客人呢，你买吗？我会买啊，我一定会买来送给燕姨的。燕姨气质那么好，穿上旗袍一定很漂亮。人有所求，我有所值。比如说在大城市卖不掉的商品，到了小城市却卖得特别好。北方的商品推不出去，到了南方就成了抢手货。有需求挖掘需求，没有需求制造需求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你懂吗？嗯，不懂。自己想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啊？每次都把话说到一半，我真的听不懂呀。有什么话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？
我只是说啊，我就是觉得那个。让我自己想，我要是能想得出来还用问你啊？大城市滞销的，乡镇却畅销，北方卖不出去的，南方却变得抢手，可是旗袍到哪里能畅销啊？现在哪还有人穿旗袍啊？又不是老上海时期。对啊，老上海，幸好严厉提醒我。我想到了，梦回老上海。哦，你先去，我稍后到。哎呀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不是我是旗袍。我们可以办一个梦回老上海的活动，这样那些旗袍不就可以卖出去了吗？有道理啊，这旗袍在老上海的时候那可是国服啊，也是时尚标杆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思路。所谓有需求我们要挖掘需求，没有需求我们要制造需求，这样才能化不可能而为可能嘛。这话说的都不像你说的话了。你管是谁说的话，只要有道理就行了呗。这如果我们把活动气氛做足了，再现老上海风采，再加上 Indesperate Blue， 再配上30年代的高跟鞋，再配上复古的项链和配饰，那就是展现着老上海的绝代风华呀。这样这些旗袍不就有希望了吗？这问题是，这要做这活动那得在一楼大厅或者是商场门口啊，找这种场地那只能找叶明了。你去我跟他不熟。哎，你是女人啊！这个点子是我想的，所以你去公平。这是粗活，怎么能我干呢？你哎呀，快去快去，你去。做活动好啊，按照公司的规定，你们要是今天交报告，可以给你们安排30天后的场地。那之前说的一周期限呢？不变。不变？那你就一周之内给我们解决场地问题。不解决场地问题，我们怎么做活动啊？不做活动，我们怎么给你清理库存啊？第一，库存是公司的，不是我的。第二，场地周期是你们的问题，不是公司规定的问题。还有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不行就我们来做。就是，如果你们实在不行，我也很乐意接手。如果你接手的话，请问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看你这么有自信的样子，说明你已经想到办法了。那你既然想到办法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公司花钱请我们来，可不是让我们来打擂台的，非要等到我们不行了你才上，那这岂不是浪费公司资源吗？我也不是完全想好了。没事，你想好多少说多少，我们可以等呀，对不对？反正都是为了公司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是不是？你想多少了？我要拿本记一下。快，去查一下场地记录，协调一个本周内的场次。你今天表现得太棒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那个马狐狸那个憋屈样，我忍得太久了。你听他说周三有时间啊，我的天哪，太痛快了。我之前啊，哪怕有一点点的职场经验，我也不至于连累你啊。嗨，算了，看在你给我出一口气的份上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咱们俩其实是半斤八两，别提谁连累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以前是干嘛的吗？我可是时尚杂志的高级编辑。真的？难怪我一直觉得呀，你很有品味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还买打折的？时尚是当季才最时尚吗？
大小姐，不买打折货能行吗？杂志社又不报销服装费。再说了，这两年纸没这么难，要不然我能到这个闲置部门忍气吞声吗？那你是怎么得罪叶总的呀？这个叶明朗，处处针对我啊！这个男人婆，还长了个门神脸，控制欲又强，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估计是他嫉妒我才华横溢，要不然就是他觉得我跟李总关系好，怕我取代他的位置。你跟李总是朋友啊？那你怎么不赶快告诉他，让他去管管那个叶明朗？大小姐，这能管吗？李明彻啊，在我最难的时候让我进了晨鸣百货，这朋友归朋友，老板归老板，一旦分不清，朋友都没得做。再说了，这叶明朗也算是公事公办吧。嗯，也对。哎，那你昨天为什么说我连累你，还冲我发那么大的火？啊，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误会什么了？哎呀，你说说你买这么多东西，把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买这些东西也是有原因的呀。你看看我们办公室，在商场的最边角，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所以我才想买些小玩意儿，可以给办公室增添点生机嘛，而且也可以给办公室改变点风格，就算是给办公室化个妆嘛。好了，这个反正咱们误会解除了，场地也拿下了，那剩下的就是咱们把这个老上海主题的旗袍秀做好。严总，有件事儿一直想跟您说。有话直说。我想您可能想知道您小姨的情况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替您了解了一下。哦，就目前情况而言，高氏破产对您小姨应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。上周有人在法国遇到她，她看上去状态不错，估计就是去散散心了，您不用担心。那下个月的重点商品目录有没有做好？啊？下个月？这个月不是才刚开始吗？快点去做啊。好的。回来了，我正好要找你。我听说燕姨她在国外旅行。真的？她联系你了？什么时候联系你的？她怎么不联系我呢？哎，那你跟她说我的事了吗？我是偶然听到别人说的。偶然？这么巧的偶然？哪个别人啊？我只知道燕姨没有失踪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我怎么能联系到她呢？我爸爸说了她会照顾我的，为什么他一直都不出现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完全都搞不清楚。你搞不清楚，你去问你爸爸。你说这事我怎么问我爸爸？你是没有看到他憔悴的样子，而且他一个人在英国融资已经够辛苦的了。我本来这边就帮不上他什么忙，还能再给他增添负担吗？那倒是。而且啊，我又不能联系他。可是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燕姨为什么会不联系我呢？而且居然丢下我自己去旅行了。我帮你捋捋啊。你爸爸在国外融资对吧？啊。嗯。但他以为燕姨回国照顾你，
但燕一没有，他自己去旅行了，而且没通知任何人，对不对？大致就是这样。以我四年辅修心理学，还有多年混迹于时尚圈的经验来看，一个女人一声不吭的去旅行了，那原因只有一个，吵架了。你说公司压力多大呀？是不是？公司压力大，他就有分歧，分歧之后他又生气，生气之后，你燕燕就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合理吧？嗯，合理。可是，我爸爸为什么也不知道啊？难道他们也没有联系？男人嘛，有几个在这方面开窍的呀？啊，有些男人一辈子分手了、离婚了都不知道自己哪得罪女人了。反正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知道燕一没事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真希望燕一可以赶快回来，这样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。干嘛呀？查什么时候发工资呀？是我爸爸，我爸爸快过生日了，还有整整两个月。这叫快呀、啊，这早着呢，两个月。今年我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想给爸爸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。我要完完全全用我自己挣的钱送他一件礼物。就是说你要攒钱买礼物。是啊，我现在就要更加努力了，一定要保住这份工作，有工作才有工资，有工资才能给爸爸买礼物。我晕，这是遭了贼了还是遭了灾了？这么乱啊！不怕的，我们一定都会收拾干净的。像这样具有老上海风格的凳子，我觉得呀，没准能有用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先看一看有什么能用的，到时候啊一起搬到一楼大厅去。哎呀，这模特我看收拾收拾还能用啊。先给装上吧。我听说你让王小在他们处理那个车柜品牌，最低不能低于8折出售，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？这次不是正好有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吗？怎么，担心了？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一半，我只是很好奇他们要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。现在已经卖出去多少库存了？一件都没有卖出去，倒是跟其他专柜借了不少东西。有意思啊，我还真挺期待这次的结果呢。哟，策划部现在把后勤的活都干了。
有你这样的老板吗？啊，有这么敬业的员工，不奖励还挖苦呀？哎，你不是说他人品有问题吗？看他现在这个工作状态，不像是生活长期有饭票的人啊。哎，以后别再这么说了呀。你知道那个高氏地产那个高中达吗？刚破产那个地产大亨，他是他女儿。高阳是高仲达的女儿。对啊，这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家里遭遇这么大变故，还这么乐观积极，这份心性实属不易。你说他之前好歹是一个富家千金，一朝破落，众叛亲离的，哎呀，这还得从头开始学会自力更生，养活自己，还得接受那些流言蜚语，结果还被你误会人品有问题啊！你别提这茬行不行？哎呀，其实他这人还挺不错的，单纯、善良，还孝顺。今天还跟我说要攒钱给他爸爸买生日礼物呢。My money back. But company policy, I can't hold it for you unless you pay the deposit. 原来就是那天啊。那时候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呢。看来我误会他了。早点回家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你也辛苦了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想找个地方歇息，于是他李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是也没走吗？听说你们要弄一个梦回老上海的活动。对啊，任务艰巨，不得不想办法呀。啊，对了，您觉得这件旗袍，您觉得我穿这件旗袍好看吗？说实话，好像有点儿。等等，如果是这样呢，或是这样，为不同的旗袍搭配上时尚的元素，
这样不仅这些旗袍可以卖出去，就连配套的高跟鞋啊、镯子啊、项链，甚至口红色号，没准儿都可以吸引顾客的眼光呢。配套共赢，好想法。对啊，不仅如此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邀请母亲和女儿、孙女儿和祖母一起拍一系列具有老上海风格的母女照、祖孙照，这样是不是别太生面啊？所以才叫梦回老上海。听上去确实还挺有意思的。喂，小倩。嗨，忙呢。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。我们要做一活动，明天啊，需要请模特。今天模特已经来彩排过了，但是一直还没付钱。明天他们一定要收到费用才会过来。哎，放心，这个申请费用的单子我已经放在你的桌子上了，你签字就行了。麻烦你一定要按时付款，明天的活动很重要，模特一定不能迟到啊！拜托拜托拜托，谢谢谢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美的服饰越来越多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穿旗袍了。其实每逢重大的节日，有些国家还是会穿代表自己国家的服饰。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服饰却会被遗忘呢？因为啊，人们遗忘了它的美。其实旗袍呢，是最能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服饰了。女人们穿上旗袍，个个都美得风华绝代呢。而且美丽的事物是拥有生命的，它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，所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。只要我们用心去挖掘，我相信这些旗袍一定会吸引顾客的眼光。没想到你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呀。谢谢。呀，李总啊，这还不下班呀？员工都这么努力工作，我这身为老板哪能提前下班啊？那正好你这身好皮囊借我用用，我这相机好久没用了，手老生了。哇，你俩一起啊？好啊，那我们去那边拍吧，正好看看景适不适合拍照。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那边沙发。啊、来来来，准备。李总，看镜头。这种感觉的，不过如果光可以再柔一点就好了。这不能再柔了，再柔就不合适了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俩也累一天了，要不然作为感谢，我请你们吃个夜宵吧。好呀，正好我知道那边有一个吃小龙虾的店，特别好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太可以了。你不减肥了呀？啊，昨天不是还说为了旗袍牺牲口腹之欲吗？怎么今天就对美食做出了投降了呢？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呢。但是如果不吃饱了，那怎么才有力气减肥啊？那你以后说自己胖的时候就跟李总说去。生活里边没有阳光如同生活里边没有朋友，我很希望高阳能成为我生命里的阳光。看见没，他呀对哪个女孩都这样。我这次是真诚的好吗？走吧。哎，哎呦不行啊，今天太晚了，我们家有宵禁，我得回去了。要是我回去晚了，我那个官人房东又该给我立新的规矩了。我不能去和你们吃了，你们多吃点啊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。冰镇的、五香的，然后还有麻辣的，各给我来一份。好的。你帮我挑那种稍微大一点啊。好。然后来两瓶啤酒。好的，稍等。谢谢啊。嘘。
小龙虾配啤酒，那李总也好这口啊。都下班了，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李总？那不行啊，我这规矩还是懂的呀。万一你哪天不开心了，把我辞了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你跟我认识五六年了，我是那样人吗？那当然不是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你厚着高阳，都挺颠覆我对富二代的认知的。为什么呀？高阳也喜欢吃小龙虾？他是吃就喜欢呀，今天乐呵呵的，真看不出家里边出大事了。哎，我刚才听他说他有一个凡人房东，他现在在外面租房啊。应该是吧，要不然怎么办呀？他家都被查封了，只能借宿了。哦，那也可能是房东年龄大了，需要早点睡觉，所以才有宵禁，这可以理解。来，快吃吧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对对。带着最绝望的心。